我觉得你和我姐这无性无爱无话的婚姻是没有未来的。我知道。与其这样痛苦，还不如成全对方。原来我以为理想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毕竟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可以教育他，帮助他。可是你离开家这段日子，李想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说听不到你的呼声他睡不着，我就只好学着你的呼声哄他睡觉。我毕竟没有孩子，很多事情我可能想得太简单了。理想不能没有你，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今天我看见你和我姐在厨房做饭，我觉得好幸福，非常的幸福。我可能真的错了，姐夫，要不你和我姐重新再试一试。你们姐俩这葫芦里到底拜的啥药啊？我害怕你姐这些年怎么对待我，你心里比我清楚吧。我都已经适应这样的日子了，可是你从国外一回来，你就折腾我们两个离婚。我同意了，你们要理想我也同意了，现在你让我跟姐试试。你们姐俩拿我李大生当什么呀？就即便是宠物，也不能是叫一声就跑过来，踹一脚就滚蛋吧？不是这样的，姐夫。可能真的是我错了，我。你没错，梅花，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来你们胡家。我也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不能看我过消停日子。你姐一个人折磨我还不够，也跟你姐一块折磨我。梅花，从你比李想高不多少，一直到你上大学到国外，我李大生对你挺好的嘛，你干嘛要这么对待我？再怎么的，我也是李想的爹，我也当过你姐夫吧。饶了我吧，我受不了你了，你知道吗？姐夫，你别这样，我受不了你们这样。行了，梅花，你跟你姐商量吧，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下就留下。怎么了？睡不着。
马强啊，这么晚了你咋不睡觉呢？哎呦喂，你这发型可以啊。啥发型？哎，真的，这发型好。前两天我也留了一个，干起来吧。让媳妇薅了吧。哎，强子，有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这胡美龙以前对我吧，是冷言冷语的，这次回来呢，处处对我都是笑脸相迎。还给我夹菜，夹得我都害怕。这以前胡美忠呢，要是给我个笑脸，我能乐上好几天。现在我俩就算睡在一个床上，我都觉着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哎，对，还有那个美华，以前多好的孩子，自从国外回来，哎，整个人都跟变了似的。这不前段时间他折腾我跟他姐闹离婚，今天他竟然让我跟他姐和好，你说这都啥路数啊？我就觉着，我跟他们老胡家过了这些年，我能活到今天，我这就八成是命大。你妈，你乐啥呀？这不是乐，我是觉得，至于吗？让你说的，跟鬼片似的。女人心呐，海底针，你谁能琢磨得透啊？我也琢磨不透。你说这晚上让我去的深圳，我去了。让我回来，我也回来了，让我做的每一件事一件不落了，还让我认错。完了，我妈也跟着起哄，老金、舅舅、舅妈什么这一帮人挨个给我过堂，没一个人向着我说话，我跟谁说理去？哎呀，强子，不是我说你啊，这家是说理的地方，家是讲情的地方。哎，这可都是你以前开导我的话呀。我以前开导过你这个吗？我听说呀，有这样一个说法。说这个男人跟女人吵架呢，吵的呢是两回事儿。这女人呢是永远吵的是你对我好不好，这男人吵的呢是这件事情你做的对不对。俩人之间一旦有了误会，这男的非要把这事情要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这女人呢就认个死理儿。你跟我吵架，那你就是对我不好。你这哪是出来向我请教来了？你这明明是给我上课呀。我上啥课呀？放我身上出这事儿，没做。什么都没有，搁美中姐那儿你也承认吗？哎呀妈呀，多简单呀！承认，必须承认。你承认？承认完了不就省事儿了吗？省得再折腾了。那你留这发型干嘛呢？啥发型啊？就都你这岁数了啊！我告诉你，容易胖，容易老，容易头发变稀少。哎呀，你拉倒！我这睡觉轱辘呢，啥玩意儿？你别这样看我，我这瘆得慌。我觉得你能有今天这种没有犯错都能承认自己犯错的这种勇气和决心，我真是服。就反正自哪儿都整不明白，完就练出来了。哎呦，哎呀，姐夫啊，你是我的师傅啊。你可拉倒吧，这大半夜你都给我整精神了，啥师傅？你这我这个你都没帮我分析，你这啥玩意儿？美中姐啊，还有自己没有实现的心愿，出国，这我说不准，但我觉得可能婚姻这事儿对他来说是不是跟梦想产生了一些矛盾。嗯嗯，但我觉得你是不是能从侧面的去问问他，他是不是有什么还没有实现的愿望。你美中姐的愿望，她就是想离开我。那你就勉为其难帮他实现了吧。你强子，你这是坑我呢！哎呀，我去，这么大！哎呀，你说我是不是也得改变改变？
这发型啥整？从那个生活，就老不洗脚。你现在还不洗脚？你别说我了，你看你那事咋整啊？你别跟晚上闹了。我没闹，我出来静一静。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深圳这个地儿吧，跟咱们这儿真不一样。在那儿待时间长了，人都比较现实。人那不看关系，只看个人能力。刚开始的时候，人就把我当个关系户。你别看是吴启凯介绍过去的，那还是因为有一回，他经济上出了状况，全公司的人把他围在办公室跟他讨薪，我帮他解了围，这才高看我一眼。这些都工作上的事儿，没有问题。你管他的私事干嘛？那不是因为他前夫吗？他前夫啊，就是一混蛋，为了要钱，什么招都用，什么绑架、勒索、敲诈，最后还动手打人。那你说，我也是个爷们儿吧？我看见这事儿，我能不管吗？最后也是因为帮了他，他可能也就对我好点吧。你这个人善良，你救他也没有问题。但你救他，你为什么要抱他？我不是想安慰他一下吗？我看他比较可怜。你看他可怜，你心软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对他心软就是对我心狠啊？安慰他可以，安慰他有很多种方式，你为什么一定要抱呢？我当时脑子也挺懵的，我就觉得他都在那儿，都哆嗦上了。你说，那我就安慰他一下呗。你早来一分钟，你看见的就不是我抱他，就是他前夫在那儿打他。我们俩呀，真的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有什么，我干嘛让你见他呀？我躲还来不及呢。我就是因为心里坦荡，我才不避讳。那照片怎么回事？你们俩在车里待了一晚上，你们俩干什么了？什么也没干。睡着了，什么都没干。那天是因为老姚病了，我们俩一起送他去医院，晚上太累了就睡车里了。我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拍的。那压头发怎么回事？车里什么都没干，车里只是睡了。压头发睡哪儿了？办公室啊。不是，办公室那天全公司人都在。我们那天晚上啊加班，大家熬夜一宿都没睡，正好那天在办公室里，压头发呢是办公桌上，那就是个误会。这么多年我跟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是想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想跟你白头到老啊。都是误会，都是巧合。对呀。好，讲的我相信你啊。暂且不谈你心里对他什么想法，但是我是女人，女人最了解女人了。杨飞燕她就是喜欢你，她看上你了，要不然为什么你刚进公司你就比别人爬得快，什么好事都是你的，凭什么呀？你心里不明白吗？她图的不是你这个男人的能力，她要的是你这个人，你心里不明白吗？不明白。你是真不明白还是你装不明白？这重要吗？重要。我都已经辞职了还要怎么样？这是你态度的问题。强子，我之所以跟你讲这么多话，是因为我珍惜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我们俩好容易在一起了，我们俩结婚这几年了过得挺幸福的。你说你愿意跟我白头到老，是我相信，我也想跟你白头到老，但是我心里不能带着疙瘩过后面的日子吗？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原谅你。我错了。
我让你受委屈了，不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错了啊，别哭了，我错了。哎呦，我怎么了？让你受委屈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多大了，还让爸爸喂呢？偶尔喂一次没事儿。喂，爸爸好久都没喂我了。嗯，你想爸爸，每次都喂他。哦，老金，我跟魏红打好招呼了啊，你那眼睛这手术别耽误，该做就做啊。哎，不用了，眼睛的事儿不着急。你倒是说说你这个真上回啊，打算干点什么呀？在家待着呗，有吃有喝多好啊！一点空隙都没有，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那深圳一趟挣大钱了。哎，李江，深圳挣多少钱？嘿嘿嘿嘿，没有人问人这个的，递我一茶鸡蛋。嘿，好，这必须打的。拿了多少钱走的？拿了多少钱回来？就那1000块钱都没动。没给您赔就不错了，好吗？哟。深圳这么多天，那白去了。哎，不是还有5万块钱奖金吗？对啊。钱呢？回头再说，回头再说。那别，李强，5万块钱，老周啊，跟你说别打听，别打听了嘛，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就是咱们家呢，算是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您这钱啊，挣多少算是够啊？差不多得了，强子，我还是那句话啊，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回头呢，找个工作，甭管挣多少钱，只要离家近就行。我说你说呢？嗯，爸，不是说强子挣多挣少的问题，这不去了一趟深圳，这说给了5万块钱奖金，这也没给，这不成了白给那杨总打长工呢？这他白打成功哪行啊？真是，哎呦，这还热乎着呢，嘿，这油条。我是，我还说这两天跟人请过假呢啊。干嘛？我呀，没事的话带着碗出去逛去，孩子你帮我带着。对，最好最好哈。啊，把夏天交给我们。嗯嗯。你们俩出去几天都没关系啊。我吧，本来就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我觉得咱俩好的这段日子吧，你说磕磕绊绊，风风雨雨的，咱好不容易走到一块儿去了，我还让你提心吊胆，让你每天难受，我跟你道歉。别在这嘀咕，人在这看电影呢，台词都听不见。你为什么不哭呀？哭什么呀？杰克都死了。谁死了？杰克，看半天看什么呢？你白浪费钱。别哭了，这就是个电影啊！啊，哎呦喂，行，别哭了啊！你就是肉丝，好吗？我是杰克，我陪着你呢，我也没死，别哭了，别哭了。你像肉饼。我是肉饼。你别哭了，好吗？你说那杰克不死，他们俩以后能在一起吗？肯定在一起，这就是我心里最完美的爱情故事。你想，肉丝是个富家千金啊，他爱上了一个穷小子，那穷小子不就是我吗？我就是杰克，你就是肉丝。你是肉馅儿。你再说，我跳了啊。那你跳下去吧，你感受一下杰克为爱而牺牲的那种感觉。You jump, I jump. 你先。行，我先。挺冷的。真跳啊？啊？啊？啊！吓死我了！Thank you.
傻不傻？看个电影给你哭成这样，你还记得吗？六年前，我就在这个亭子里，给你戴过一个易拉罐的戒指。把眼睛闭上。又要给我戴易拉罐的戒指呀？把眼睛闭上。六年前那个穷小子，回到原来这个地方，旅行成，哎，成，哎，你这戒指得多少钱呀？好歹我也是从深圳回来的人，好吗？你多少钱去多少钱回来，哪来的钱啊？买个戒指的钱还能没有吗？真是的，等等，我那话还没说完呢。旅行承诺，等会儿，我你自己试试。有点紧。那我使劲儿，你忍着点。六年前那个穷小子回来履行承诺了。哎，疼。哦，还是美，都有。妈，哎，来，没睡是吧？没呢。那晚上那手啊，肿的跟什么似的，跟萝卜条似的。您过来看一眼吧。啊，手怎么肿了呀？怎么回事？戴戒指戴。啊，戴戒指怎么能把手给戴肿了呀？肿成这样了都。我瞧瞧。哎呦喂！这使肥皂水啊，这撸了半天了啊！我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那可不行，你瞧瞧都起红线了。别着急，别着急，去不去？拿剪子来。在哪？剪戒指啊，剪哪还能剪手指头啊？我不剪，这戒指强子第一次给我买的嘛。那你要手指头好还是要戒指啊？啊！这不干不干不干！我眼神还真不行，要不你来？行。不剪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瞧瞧，你这血都晕死了，对对对，而且这红线要到了心脏，人家不行。听话听话听话！我舍不得，这强子第一次给我买戒指，我再给你买一个啊！那这个有纪念意义。两颗心在一块儿的，您剪了就不在一块儿了。咱回头可以给他恢复了，是不是吗？到时候我给你恢复，咱不，你别剪那个心那个地儿，剪那个细的后面那边上。我不，你把手拿，把手拿，把手拿，把你手拿，把你。你是要手指头还是要戒指？对对对，我要戒指。听话听话听话，傻话了，嗯，快点啊，行行行行，不行，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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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剪肉。没剪呢，没剪呢，不是你这弄的我都不敢弄了。剪戒指我心疼。来来，你是心疼还是手疼？来来，我心疼，戒指这么贵。剪剪剪剪剪，剪吧。哎，小心点手。没事吧？哎，你看下来了吧？戒指给我剪了，一句烂泥，这东西还能买呢？啊，别心疼，我到时候我找人给你恢复完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听见没有？关键是我混的也不好，我就去了这么一段时间，刚有点起色，这不就回来了吗？挣着钱了吗？但至少我证明了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你还长见识了呢。那可不，刚到深圳那会儿，哎，住一巴掌大点的地儿，嗯，我睡那床跟泥坑似的，天天跟他说吃海鲜，吃什么海鲜啊？其实呢，吃的是海鲜味的方便面。我那方便面的袋儿能从罗湖口岸直接排到白塔寺。真的假的？你为了给他打电话，还被我们老板开除过一次。人那儿的人还真是，都是精英，五湖四海齐聚一堂，嘿，那生意做的长了毛比猴还精。前脚跟你签完合同，后脚你担心他给你算计，
就这样，我愣是坚持下来。这些你都没告诉婉儿。我这人不是报喜不报忧吗？哎呀，为了多攒点钱，讨父母老婆关心，做孩子的榜样。为了面子票子，就像陀螺一样原地打转。现在我才明白，合着我那梦想啊，就是一牌坊，激情全都给浪费了。那你和那个杨飞燕，对，到底怎么回事？废什么话呀，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我不聊了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是看明白了，也听明白了。强子，有时候不直接拒绝，就是默认。我跟谁默认？我都辞职回北京了，我。你回来，是为了躲避一个喜欢你的人。我回来是为了躲避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看镜头啊，来，一二三。告你妈，将来照片都在我手里，你们老了想跟我要门儿也没有。哎，强子，你快跟我们讲讲你深圳都啥印象？给猴啊，猴猴啊，回头深圳带你逛一逛啊，不行我们 Hong Kong 走一趟啊，要不要啊？好啊。想得美，傻帽，还是北京好，还是北京好，是不是？哎，你得好好跟我说说将来什么打算。没打算，我就什么都不干，在家待着挺好的，是吧？然后你们这些人真的，你们老谈钱，庸俗知道吗？庸俗。哎，老金当年教我那些东西我还真想学着，有用。人不都说了吗，经济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来来来来，说点正经的啊。我还没倒酒呢。倒上。我们敬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的大好政策，我发自内心的感悟到，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真的。为我们最好的时代来干一个！来来来来来，你不是不喝酒了吗？啊？啊？同学聚会也不行啊？啊？没没没没，我们自我介绍还没介绍完呢。我跟三儿已经鸟枪换炮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成立正规公司了。你们西凯，你厉害，为西凯解决了十几个就业岗位。才十几个呀？得有二十几个了吧？哎呀，也不多呀。冲你这句。我就给你倒杯酒。不过呀，他这个呀，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给你介绍都什么人啊？个顶个的都是人才。再一个，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房管局那边说了，咱们幸福里马上就要拆迁了，以后咱这儿就是北京的金融街。那我听懂了。这饭店扎堆儿那叫鬼街，银行扎堆儿了那就是金融街呗。那什么是金融啊？你好歹也是个做买卖的，怎么跟你说句话那么费劲呢？金融就是投资，我哥不就在一投资公司里吗？你得有好的项目，人家才能把钱给你。经世济国，有了好的项目，国好了，家家都能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生活呀会越来越好，咱们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所以强子，婉儿，我是发自内心的很羡慕你俩。来，集体敬他一杯。哎，这杯敬的我的，我得喝了吧？嗯，你不用喝，只要你们幸福我们喝。来来来，咱喝。来来，祝你们俩幸福。来，告诉你们，婚姻想过得好，这俩人啊首先就得健忘，好多事儿你不能记着。人啊都一样，好事啊全都记不上，为什么？都觉得是应该的。那坏事我跟你讲，有这么一个渣儿，哎，他都给你记得真真的，就像一张白纸，它上面画了一个点儿，咱们所有人只能看见这个点儿，但是你忽略了除了这个点儿以外，周围是整整一张大白纸啊。爱是个什么字啊？能看出字面意思的只有一个有字，有字上面是个什么？宝盖儿。宝盖上面是一撇三点，对吧？这一撇和三点就相当于这外面的风和雨，这宝盖呢就相当是个家，实际上就是用家阻挡风雨，在这里面好好的做朋友。这说的真好，是不是武林秘籍？婉儿，他说对吗？对，对你也说说。
我跟强子，我们俩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强子有一点说的挺好，就是忘性大，计较少，就能过得长久，过得幸福。看见没？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刘先生，这文化词怎么说呀？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为了其利断金，咱就得喝一杯。我这必须得喝一回，同学聚会，这都从深圳回北京了。来吧，来吧，大舅，来。干了啊！干。哟，杨总，您怎么来了？西凯也在啊，打扰大家了，不好意思。哦，我知道，这个强子，那个深圳那家伙，对，小彪儿，彪子，你马鼠三儿，魏红，你好，魏东，人民警察。哎，你一块热闹热闹吧。坐，你坐我那，坐我那，坐我那，来，坐我那，来，坐这儿。坐，来北京出差啊？哎，这玩意儿你都见过？美华，我发小。你好。坐。我也算是个有眼力劲儿的人，所以不会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嗨，这哪儿的话？这次主要是想当面跟李强还有婉儿说几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呢？这是5万块钱，是你在深圳应得的奖金。这么多呀！我说了，我杨飞燕从来不会欠债，所以我飞过来给你送这个钱。还有一件事儿，我要跟婉儿解释几句，因为我个人的原因给你们造成了很多的误会，我是专程来道歉的。李强非常的勤恳又聪明，在深圳帮过我很多忙。坦白讲，我非常欣赏他。我也是经历过婚姻的人，我也捍卫过我的婚姻。你有多么痛恨破坏婚姻的人，我就有多么痛恨。所以我一定不会成为那个人。再有就是，我准备在北京开分公司。李强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最熟悉，所以我希望你回来帮我。如果你愿意的话，工资是深圳的3倍。这个星期我都会在北京，不管你的答复是什么，你到时候告诉我就行。我不耽误大家聚会了，我先走了，打扰你们了。你再坐会儿呗。西凯送我吧。那行啊，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聚会。我上个厕所。强子，我所里还有点事儿。三儿，你没尿吗？没有啊。你有，过来。北京坐公交车很方便吧？公交？啊！您这么大一老板，出手那么阔绰，上来就是5万，您还坐公交，打车钱都省了。讽刺我呢吧，吴西凯？没有，会赚会花是我的原则，这钱啊得花到刀刃上。您这原则的意思就是，强子就是在刀刃上的钱，给强子花钱，怎么都值。你说的对。花在李强身上的钱啊，就是刀刃上的钱。你知道，我是真的非常欣赏他。在深圳的时候，好几次帮我化险为夷，让我转危为安。所以说，这5万是我该给的，也是他应得的。哎呦，这李强魅力是真大。李强不仅有魅力，也是真的有能力。我是一个生意人。无利不早起，北京对于我做贸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在这儿开分公司，我需要李强，他对公司业务了解，有他我是如虎添翼的。哎，那个公交站出了胡同，
左边一点就是。我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送您了。没问题，就到这儿。嗯，打电话，保持联系。古希凯，你怎么还没走啊？都跟你说什么了？叙旧。那就好。这女的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就刚才那一出，明显是上门示威来的。有钱了不起啊？有钱那也得有道德。这自打强子走啊，婉儿天天忙前忙后的往我们医院跑，这不是陪着金大爷看眼睛，就是帮他妈抓药去。每回见着婉儿都无精打采的，明显是累的。你有空你好好说说强子，别给外面那些女的花言巧语给骗了。瞧见了吗？50000块钱。50000块钱呀，说明什么呀？说明这杨老板看上咱强子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不明白。这杨老板看上咱强子一表人才呀。你说咱强子有什么呀？咱有模样啊，要个有个，长得也帅气，别人没有啊。要不然那杨老板那大老远的屁颠儿屁颠儿追过来，非要拉着强子一起干。哎，我怎么这么不愿意听你说这话呀？我告诉你，一表人才那也是才。咱强子确实有才，真能给送过这么多钱来，50000。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呀。他才去深圳多长时间呀？说明跟着女老板没少学本事，我觉得别拦着，要不受埋怨。那也得看受什么埋怨了。强子能挣着这50000，说明强子有本事啊。杨老板能把这钱送来，说明人家杨老板懂得道义。强子辞职那叫顾全大局，杨老板又找回来希望他回去，那是他心中爱才。你外边这么多年，这道理你应该懂。我搞销售这么多年我知道，但是我们那是公家的啊，公家干事那是公私分明，挣的工资是死的，奖金也是死的，多给点钱呀，什么这住宿费你多报点，那都算违法的。私营企业可不行，那私营老板只要看上你了，只要你干得好，只要喜欢你，给多少钱那不由他说了算呀。醉翁之意不在酒哦。甭管他在酒不在酒，我就一条啊，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是，咱们说的这么热闹有什么用啊？孩子们现在有他们自个儿的主意，咱们也给他做不了主啊。说半天，我告诉你啊，那天杨老板来了，咱这说的清楚着呢，说强子就是合作关系，没那些乱七八糟那些事儿。我觉着咱们前些日子就是冤枉强子了。这钱人家杨飞燕也说了，这是强子的奖金，那就说明强子为他们公司肯定挣钱了呀。嗯，那就是强子该得的。但是现在杨老板他不是说他又要在北京成立新公司，又想要让强子去吗？到底强子他去还是不去，他们肯定，孩子们有他们的主意。我想咱们当老家的就别跟着裹乱了。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他去。那你的意思是说，儿大不由娘。不是，到底去还是不去啊？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啊，同意去的举手。嘿嘿嘿。